宵夜什么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来进行泰语教学。哇，这不是说韩文吗？啊，不是韩文，我以为我以为那我们就教我们就教泰文。我不管，我最近对泰文很有兴趣。好，泰文的要吃什么？是不是韩文？泰文的要吃什么？叫做金阿来，金阿来，阿来是什么？金是吃的意思，金阿来。